总是没了，我们项目组怎么办？可怜可怜您父亲，你不帮他谁帮他？老林快要破产了，不要再插手我跟我儿子之间的事儿。在他这心里啊，从来都没有原谅过我这个当妈的。我之前向院里举报了赵永伟，还有文教授泄密。你觉得自己做错了吗？AG现在就是在拿你当枪使，要钱还是要我，你自己选。